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镇魂街武神区的第三天，也是最后一天。我们预算100万，其实昨天已经抽完了，现在还有一点点这个代币啊。这个游戏现在是弹性开服，已经开到30了，哇，之后开了这两天开的有点快了。好，还有10.2万代币啊。我们相当于说昨天充完100万，但是这个代币今天还可以再花。昨天呢有个东西是三日累充啊，这三日累充是给了一些我们现在还用到这个东西，即使抽卡的这几个东西是，这是那个珠子，这是开卡的一个东西，反正这个东西我有的东西用不了，因为咱们还没有到那个等级。然后今天我们已经提前把这剧情达到了30-10，解锁了很多新的功能。这个神器、神杯、神阵是今天最主要的要拿到榜一的所需要的这个功能，把这个功能升满，我觉得我们这里有可能可以拿到这个第一。然后今天还有个冲榜活动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曹盖饭这个人特别夸张，他把这个东西直接抽满了。我估计我们这个比较难，我们今天其实要怎么样玩才能玩到一个极致。首先我们先把该冲的该做的弄完，这几个活动弄完之后冲榜，就这里不是有500万的这个红钻吗，500万红钻全部夺宝，夺宝夺完之后会给很多很多这个契约，契约搞完之后呢，我们再把契约拿去抽卡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要抽卡，就是抽卡之后和大家说一下，昨天我们这个榜被抢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，非常的精彩。但是今天这个榜是叫做身心榜。身心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，就说纪灵人，点开我们随便找一个角色，之前是破戒，破戒是升卡的品质的，所有卡的品质我们昨天都升到 GM 了。另外一个叫做身心，像这个身心就没升满，你看这里有三万个凋零云，哦，融魂是吧，服务器自定名称，哦，服务器冠名的话是充250块钱，在这里面就是游戏里就是5万块了，因为这是很便宜的游戏嘛，充50就有1万块，充250就有5万，就可以达到这个冠名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。冠名的话需要找这个客服去申请啊，去找这个气力客服去申请。融魂解锁了能加很多战力是吧，好事儿，我们先升一下试试看，看看升完能加多少战力。待会儿要充值的话先等一下，我们先升星啊，今天所有的人物我们应该都可以升，因为我今天已经把这个15000的卡抽完了，抽了15000张卡啊。项羽好玩，项羽的话要等到这游戏的第七天出来，项羽就会非常的强，就可以替代这里的比如这个雷祖。我们升完这个别升了啊，一直升这个没有作用，我觉得也不加战力也不精彩。宿命轮盘这个东西好像还可以，说真的它这里稀有中一次就是100抽，这个奖励还行的，我们就把这个抽完了。商店里的东西我们把每天该买的买完，这里有好多东西我们还没见过呢，什么神珠还没有出来，在这儿买好多东西啊，这金币其实挺不耐花的。哦，这个很需要啊，给2000万，再给3000万，哇，再给5000万，哇，这个金币就是在这儿搞的，每天，哦，这红钻还是有作用的。这边就结束了， GM 商城其实这些东西可以留着给号主弄，这里面某些东西应该特别好，我觉得这个绝世神珠应该特别的棒，因为它是这边最贵的，要100才能兑换一个。你看这边最贵的就是它了，别的这个是50的，是传说图纸。哦，这里还有宿命轮盘，哦，128，我觉得这里面东西别的地方也应该也能买，所以它不是特别厉害。哦，这个免费买一下吧。哦，这买起来真快啊。哦，这个买的是真的爽，虽然它给的东西很一般。好，所有的商店我们都买完了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盖饭槽它有多强。哇，它4亿战力了。这今晚打老虎他都无所谓，这个我随便超过他吧。哇，这个人4亿，查看一下信息，这都2000万。哎，其实你看啊，这几个角色加在一起也不过就是6-7千万战力，加的都是角色以外的战力啊，就这个东西，这几个神阵、神杯、神器加战力加的最多的。现在我们来先升神器吧，神器能激活吗？这激活很轻松，这我们要怎么样升啊，一键升级可以吗？一键升完了，他加多少战力啊，激活就不够了。秘方之语，我们这个箱子有4000个，可以再多买点，买点吧。现在开始648的真诚，但是后面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好点的至尊高反神器礼包，先买两个2万的，走你。好，秘方之语和设备之心这里都有啊，这儿先开10000，哇，这能开好多啊，哇，这来回开一下，秘方之语应该差的比较多，这东西我希望我能把它升满，升不满我们就加钱，对，这有点夸张，别着急，我觉得差不多，先试水吧，再来一个秘方治愈。好，现在我们还有14万个箱子啊，来神器，这个应该能加很多战力的，先激活，这已经满级了啊，满级是多少级啊，这个东西是要爪子升到30级，哦，他现在需要阴招之宗14万，再开这个阴招之宗，这是马宗的那个，拿了一个鬃毛一样的，这个九阴之灵也开一个吧，先别开多，
先试试水啊。我们这个战力生命神应该是升了，但先等等，一键升级。啊，这个也满级了，各位，这个就可以激活了呀。十电龙核，这些我们全都升满吧。现在就差这个阴招之宗差好多，我们先开个三万个试试看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好，结束。哎，这个也可以激活，阿波普什么？什么什么鬼？这些我都想升级，先看一下，这要白什么狼升到三十级，这两一剑无畏之爪，哦，踏雪白狼升到四十级了，就可以激活一个这个东西，绿黄色的武魂区生效，这绝对加战力了，别着急啊。这要十电阎罗升到三十五级，再升级。直接升到五十级了，五十级好像就满级了。主要他没有那个战力，嘣嘣加了那个感觉，真菜啊！这些还要再开这个什么什么宗哦，这个东西也不够了，红色的羽毛也不够了。这九阴之灵也需要，各位，九阴之灵开俩，然后阴招之宗开三个，碧方之羽再开三个，一个个拉满是吧？这就是玩游戏的方式。再来一个阴招，再来一个碧方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走，可能还要再买。没关系，只要你们愿意看，咱就搞起大夏龙雀，先升一下，四十级了，他五十级就满级了，再激活，好，也不过如此嘛，是吧？马上哦，神什么阿普之刃是吧？阿普之刃这个需要再搞奢比之心，哦，已经没有了，神器是在这儿啊，我们再买十万个试试看啊，奢比之心先来一点，这几个我们再开一点啊，九阴之灵也开一个，好，现在留个六万，好，这个升到四十级了，肯定可以激活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战力啊，所有的神器我们都激活了，我们的战力榜现在是哦，从 1.3 亿升到 1.7 亿了，加了4000万，但是这边还能再加好多啊，别着急，一个一个升满啊，这个也升满了，再把这个升满，这个也升满了，前面五个都满级了，这个也升满，差了一点，这里差的是九阴之灵，我们一样再来一万吧，奢比之心好像暂时不需要，那也来一万吧，反正你要相信这个能加很多战力的，这个给它升满，再哦，这个怎么48级啊？这个满了，又满一个，这个怎么49级？奢比之心还不够，我们先升吧，升完看最后差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？这个是差之宗，这个差好多啊，这个差碧方之羽，碧方之羽差好多，这个差鳞片，我觉得好像还得再买一个，好，至高神器再买一个，一个活动拉满好像就得要十万干进去，来神器，其实最后没有几个了，不用再买两个，你看这个也满了。这个再升一下，这个一下就满，好，又满两个，只差最后两个了，各位，好，这个差一点点，这个也差，奢比之身和九阴之灵，是吧？神器这里是啊，五千哦，五千也行，买一万吧，先开，一样一万个，别着急，这最后两个了，我们细腻一点啊，这已经42了，还差这个，这一万个能稍微升一下了，怎么感觉还不够？奢比之心来两个。鳞片，难崩了，难崩了，给我满！怎么又差碧方之羽了，大哥？这个也差碧方之羽，我错了，刚应该买个两万的，但是现在买两万就真的不值了。这里再买五万，碧方之羽，大概需要鳞片和这个奢比之心，再看一下，应该买了，信不信？这个很轻松的，这个其实多了。好，就49级，只差最后一点点奢比之心了。好，买了。好，直接升完。各位，我们的神器强化升完了，但是神器还有神纹，还有助灵，还有神环。我们先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是多少战力啊？我们2亿了。刚才这个东西就加了7000万，比我们之前所有的东西加的都要多啊。